来的第一只脚居然是这个样子的，太恐怖了吧！我看着他们飞，我自己感觉我脑袋也在转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小羊，你们的小羊姐姐。今天我们要玩的一个新的游戏叫做《小甲模拟器》。啥呀？天哪，我的店里来的第一只脚居然是这个样子的，太恐怖了吧！这阳台有一把锄头，我去拿锄头锄一锄他脚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黄色的还出不掉，这细菌更出不掉啊！那我去除除那个什么棕不拉几、黑不溜秋的东西。我要吐了，好恶心啊！这是什么呀？我现在头皮发麻，身上全是鸡皮疙瘩。我赶快把它清理干净，送它走。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！天哪，我怎么办？我赶快再去找一找我的店里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厕所，赶快进去看一看。有个吹风机。我不管了，拿出去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出去看看能不能吹掉什么细菌之类的。吹一下，哇，这个病菌太顽强了吧！黄色有点反应耶，那是什么？太毁我三观了吧！刚刚那是爆米花吗？真的哇！真的是炸出爆米花来了，天哪，他脚上的这个玉米被吹风机吹了会变成爆米花，我再也无法直视爆米花了，我看电影最佳必备良品，以后再也不吃到了。他这个指甲还是卷卷的，不要挖到我，我跳上去把他那个最后一个爆米花吹掉。天哪，谁来管管你脚，不要动啊，你太恶心了。哇，我跳上来了，天哪，臭死了臭死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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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我把最后一个爆米花它那个玉米也吹掉了，我再去找找楼上有什么东西赶快把它解决掉。那儿有一个苍蝇拍，拿下去，还是个脚的形状，打这些苍蝇，打打打打！我这苍蝇好灵活，好难打呀！飘飘飘，拍死你！拍！打死一只！再打！你别躲呀！再打！他的脚真的太臭了，招了那么多苍蝇！打死你！缓一口气，我还有四只苍蝇，我怎么办哦？打死你！我看着他们飞，我自己感觉我脑袋也在转，怎么办？我时间也要不够啊，救命啊！完蛋了，我没有给他修好，他不会赖上我的电毛啊！看起来他现在有点生气，好可怕！你别动！天哪！别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由于刚才我没有给他修好脚，所以他就赖在我店里不走了。我现在还得重新给他修一次。这一次我先把最难对付的蚊子先给他打掉。这一次我一定可以帮他完美的修好脚，完美把他送走的。他真的太恶心了，他的脚，我这一桩生意，我不多说的也，他的钱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自己的劳动成果。打死你！救命啊！这些苍蝇怎么那么多？太烦人了！打死你！还好之前我对他的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，知道用什么工具去除这些脏东西啊！太恶心了，这个应该是除菌喷雾了吧？啊，真的，这个绿色的这些菌菇、这些小蘑菇，哇，太恶心了！一颗一颗往下掉，好像那些寄生虫啊！怎么办？太恶心了，我都要看不下去了。继续找吹风机呢？吹风机在哪儿？找到了！哎，我把他脚上那些玉米给吹掉。话说，一个人怎么脚上会长玉米呢？他是怎么吃饭的呀？真是搞不懂！天哪，终于到了最后一步了！我拿了个大价钱把他那个脚指甲给他剪掉，他这个脚指甲起码有一年没有剪了。还好我的这个大价钱够锋利。大家快来我的脚指甲店修指甲哟！但是这种脚我真的不再欢迎了哟。Nice， 终于搞定了，终于把它送走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。